盘点那些龙的传人。哎，美女啊，你说嘛？我就一点点骚，我也不是特别骚。我叫你扫二维码。哦。你有点毛病啊！大哥，这有块螺丝没拧。哪了？搁哪了？搁螺丝没拧。搁哪了？哪了？搁螺丝没拧。俄罗螺丝没拧。嗯，吓一跳，你有印象出来俄罗斯美女了呢。嗯，有印象。这游戏真他妈服了。便宜就行了。啊？谁他妈 cosplay 女仆了？来了，马蹄声声响起。这是我们店新进的焗油膏。不买。不买你试试。那试试，那不买还要打我呀？不买你试试。那试试就试试，你打我。不买你试试。那你打我呀，咱试试。你看他们几个住的，没人能照顾的。搁哪儿？搁哪儿啊？搁哪儿？你干嘛去啊？我就是买条鱼。你说你媳妇想偷驴？我媳妇要吃鱼眼。你说她长了张大驴脸？脸，耳朵不行，咱得看。媳妇不行，你要换。这下又得吵了。你停下豆豆，我拿是鹅了，快乳坨了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花少花又时间的旅途啊。cosplay 女仆。你怎么看着没精神？我昨天晚上没睡觉。你不能吃老鼠药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怎么不爱说话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穿黑帽？谁给你穿的肉啊？哎呀，我说我累了，我想去按个摩。我的天哪，你到处去跟别人说我累了，我想找个富婆。你会不会听普通话嘛？真的是，哎。哥，点点关注。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。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。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。奥利给！奥利给！奥利给！懒羊羊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呀、啊，我服了。啥？懒羊羊还 cosplay 过女仆？你这个儿子，现在还没有我们家 loop 灵呢。确实，咱家门口那 loop 真火。这个打火机，你说水浒了吧唧？我什么时候拿你手机？我认识你吗？我跟你去偷鸡？谁跟你去修发动机？你说谁头发稀？你骂谁脸你美心？别哥怎么没有用了？我不吃你烧鸡，你早说呀！你要打火机，磨磨唧唧的。你这些包屎啊！你这打火机，你还说我头发稀？不是，谁给你定的发动机？哪里有大飞机啊？什么波音七四七？哦，我的耳昏嘛？啥子？你的耳昏嘛？嗯。你有啥趣事可以分享一下吗？谁去世了？